啊，完了，换错牌，我为什么换到八？哇，差点出大事，我笑了。他一再搞赔。哇！嗯，这换的有点悬。打单吧，如果这样的话。那么平静了吗？这是不是暴风雨以前的平静，兄弟们？可是这样子，打不了呀。你有帖子为什么不早打呀？这很尴尬嘞，这局面。只能说至少我们还在场内吧，还有机会。啊！哇！他是不是双铁子啊？我笑了，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中中。